My Yamamoto had 11 points to lead Japan past China, 74-56, in their second clash in a week, in the women's basketball pre-Olympic warm-up series. Without the services of several key players like Li Meng, Han Xu, and Li Yuru, the home side couldn't hold the Japanese at bay. Yang Xiyu was the top scorer for China with 18 points. Both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women's team is scheduled to travel to Europe later this month for a series of friendly games with European teams as part of their preparation for the Paris Olympic.速度优势给我们带来一些冲击和压力，所以中国队呢，其实在这种热身系列赛当中呢，台上是8号的高田真希，27号的林孝熙，投不进没关系，马瓜斯蒂芬妮，防守还不错啊，但最后这一步没有卡住，来去掌握主动。 所以我们如果能把这些细节做好的话，我们一定在赢回主，拉开空间，还有5秒，还要给压力，不能让轻易出手，给压力，投手，具备拉开空间的能力，再过渡到底角，好球啊，形成了位置上的重叠，给到底角，上面麻衣的三分球，他有篮啊，这个点绝对不能放。 不能够去做无谓的消耗，内线又错位了。李源防到了马瓜斯蒂芬尼，再过渡，7秒，潘仁奇顶活三分，球进了，掩护直接换，但是这是一个连续的掩护，这球切的不错，也是还剩7秒。 再给一些压力，哨响了。和韩旭、李月汝在的时候，这是两种打法。比赛的核心思路、逻辑也不一样。巴西挡拆，然后直接换了，强攻，打进啊！这球攻得漂亮，对，把球先稳住，冲击篮下，打进，漂亮。18-24，日本队暂时领先。 态度也比较明确，首先在后场呢有更多的持球点，而且两个后卫呢都是具备得分的能力，没有筷子落下来打阵地，防御提上，这个球呢人没有背住，直接被切掉了。那现在呢，日本队他的换防很坚决，1-2先稳住，好球，没问题。觉得中国队呢对于外线的防守呢有一定的调整，好球给的漂亮。 防得不错，还要给压力，这应该是本节比赛。现在呢，马瓜斯蒂芬尼跟马瓜伊芙琳两个人同时在场。商务核心高薪 CBD 城市综合体，张立军的。现在进攻时间还有10秒，无球切入，角度不好，抢起，漂亮，防守没问题，注意掩护。 就是打错位，转移，中国队的防守没有失位啊，有威胁，能不能打开一些僵局？哎，中距离不错的机会，好球啊，张茹。 三分还是给了。这是上一场比赛。这个看看时间，中队还是要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进攻效率。另外呢，减少无谓的失误。好球，高田真希。 樱田留美、本桥菜子和林孝熙，这是日本队先上的一套组合。
就地反抢，抢得不错。但日本队呢，把球干扰下来，形成了一对一。要小心啊，落地一定要互相保护一下。不是错位换防。是纵向的一个直塞。掩护扑传控篮下浩丘啊，这球王思雨处理的也非常坚决。这球其实呢正面的防守没有问题，实在不行呢就是内线李月汝跟韩旭还有一个高点的牵制。球还没丢，再给空切，潘神奇中距离终于打进，下面麻衣突分。好球，拿到了一进攻篮板，再攻打进，好防守，王树宇奉献了一次封盖。这场比赛呢，杨舒宇周队六号王思雨，热身赛的比赛其实每一场机会都非常宝贵。好球，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宝贝。 Pass time 吧，暂停，时间到。我们与中国赢，还是中路的一个配合，